乱乱的，圆葱。网红油面包，今天我也尝试一下，看看是什么味道。还挺香的呢，嗯，真好吃。再来一口，羊脖子，姜小汁，就这么吃。我吃。我车怎么这样了？我车怎么卡住了？钓蓝鱿鱼啊，可贵了。今天这真的是放血了。啊，沙拉酱，来个双击。老铁们，照啊，打肉啊！啊。嗯，大鸡排，超好吃。大猪啊，它这个肉有点少。红斑鱼扣，第一次吃这个，是真的很好吃。排骨炖豆角，先来排骨。东北人桌上最季节的菜。肉签子叫上一发啊！喜欢的老铁双击保留。走猪肉，大家猜猜这是什么？老香了啊！来个面包蟹啊！做的酱爆了。小龙虾，
虾味。熏肿。菠菜。今天赶上生活啊，吃点西餐牛排。牛肉。还有一。美人称，不废话，直接做。酸鸡肉。开始。你们那边有没有这个馓子？大哥，包辣羊肚我吃了，希望你给老弟来个关注啊。确实有点辣，说心里话啊，有点烫啊。再来一个茄汁大虾。酸溜溜的。不吃脑袋。有点烫。哎呀，这龙虾这大脑髓呀、啊、那大脑髓干硬干硬的，大脑髓啊，大脑髓真肉啊。这样，拿上这包不见散，进屋。护心肉，沙罗肉。再来个鸡爪啊、哦、这鸡爪肉弹性了。特别好吃。大蜘蛛。先来个腿儿，没有怪味儿啊。Hello， 朋友们，我只要你们两个双击，吃个鲍鱼。天哪！好鲜啊！爆辣金针菇。
接着吃啊。这股送你一朵小花，肥肠就这种的啊，嗯，妙香三家的，属实靠谱。粉皮鸡，精华是粉皮，我觉得